他，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拍个照片。对，截他，一分钟就好了，就在这里。要钱吗？免费的呀。接拍。对。看我镜头啊，看我镜头。非常好，我这边有录视频。嗯。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你是哪个账号？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可以看一下照片，能修吗？会修的呀。会修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称呼你？施。施小姐。对。我在徐。我在徐旭东。拜拜。嗨，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街拍。就在这里，一分钟。我教你，看我镜头啊，看我镜头，非常好，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我可以看一下。看什么？照片还是社媒？照片。就3张，可以吗？好。怎么称呼你？我于小姐，我叫徐旭东。谢谢。拜拜。